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彪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鲳鱼。这样，鲳鱼已经处理好了，洗好了。两个用的料是培根、葱姜蒜、辣椒一个八角。调料用到像料酒、酱油、盐和胡椒，还有点糖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制作。锅里加入葱姜蒜，加入鱼，醋。两大匙白糖，然后加水，经过30分钟左右的焖煮，现在咱们这汤这都浓稠了，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一个红烧鲳鱼就做好了。